见怎会起不来？韭菜哥，韭菜哥，还是干脆啊！你们韭菜哥啊？王老师，你哪个韭菜哥啊？谢谢谢谢。北京时间推迟到10:00，在此我们深表歉意，请难怪后期工期等候通知，谢谢。你是做了一批啊？阿爸，就是这样。门票啥？来到我们成都啊，真的不错。今天呢，成都有非常灿烂的阳光来迎接我们车上的每一位贵宾。因为呢，在今天之前呢，我们这个成都还是每天有在下雨哈，特别是近五天以来，温度大概15度左右。你看今天大家一来，这个气温呢就有上升了呢哈。不过呢，感觉说成都会热，但我们到九寨沟去的时候呢，就是乘凉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天气呢刚刚会好哈。首先呢，要给各位贵宾呢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因为呢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啊，各位贵宾的食住行游购娱都是由我来安排，由我来为各位贵宾服务，所以呢，大家首先要认得我啊哈。那我先呢，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呢，我姓林哈，双木林哈。那我的名字呢叫做林之佑，知是芝麻的知，佑是保佑的佑。所以呢，现在呢要隆重把我们的两位师傅介绍给各位贵宾，大家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谢谢哈。首先呢，现在我们正在驾车的这一位呢叫做戴师傅哈，年代的戴，戴师傅。另外呢，坐在旁边这一位呢姓潘，潘师傅哈。我们这一个行程的山高路远嘛，有两位师傅他们换着来为我们服务，那更加保障我们的安全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车上呢还有一位年轻的帅哥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有哈，大家好啊。那这一位呢也是隆重给大家介绍了啦哈，因为呢我们车上没一位贵宾嘛哈，而且呢我们人数蛮多的，这行程的蛮长的哈。车上的小样也有掌声，师傅也有掌声，只有我没有啊，这次的掌声最大声哦。哦，很有嘛，因为呢，今天呢是母亲节，有知道吗？我们车上的女士呢，我看呢都是做母亲，因此呢，我这里呢有美丽的康乃馨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哦，虽然呢母亲出门在外旅游哈，那这个儿女呢没有办法呢在身边，不过呢小林呢这边呢也算是表达一点心意了啦哈。是我们四川的最为
Thank you.
阿弟呀，完了，可怜大姐姐。早备份，八点半去。爷，八点半去。太太呀，做事哥哥难呀。别告辞，我喊你们各位，顶起，从这个板凳儿底下要转过去，还要转回来，翻上来，再拿几个碗儿。顶起这个碗要转过去。转回来，这个板凳上头又没打楼梯，我咋个样子爬得上去呢？那我不管，转不转？无法转。硬是无法转。Yeah!
没长嘴巴，咋个放在老婆上头吹嘛？不吹。Thank you.
Oh,
No, 不许吸烟。No smoke. 老板，来瓶啤酒。Hey, yes. Cheers. 干杯。好酒。喝完了，没有了。
回来是买物件无？啊！我一个人买一个龟老师等你。这就是龟老师啊！滴滴滴！这里是成都的王府井，不是北京的。Thank you.
快乐。